第二局比赛即将开始，板型为梦魇守卫，有请裁判入场，请各位选手抽取身份底牌。和金色小姐姐联名为宝强投石弹幕大神，证言：阿宝一战，姐姐摇旗，刀在手，狼在心，眼锐，脑聪明，天助阿宝，你要你就能。第二局将开启全角色上帝视角。6 5 4 3 2 1，天黑请闭眼。二一，天亮了。竞选警长环节，请举手选手将上警灯点亮。5 4 3 2 1，上警的选手有1号2号3号6号7号9号10号12号。根据现场时间随机从6号开始发言。
五号上井了吗？上井灯，上井还有五号。六号选手请发言。哎呀，我先发言就不知道聊什么了。反正我是好人，我觉得一二其实都还可以吧，还行，反正还行啊，没保一二啊，就觉得还行吧，就这样吧，我过了。嗯，我是好人，上局开门红，所以这局压力不是很大。那个上井，因为 这局不是比较特殊吗？万一在井下投错票了，怪尴尬的。六号玩家不知道是啥，真的不知道。那个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井下再听听吧。但是我的左手边杀气有点重，我不知道是空调吹过来的还是怎么着，反正有股风，感觉左手边可能杀气很重，好吧，杀气很重。就这样，我是好人，过了。八，我验六号玩家是金水，那个不太符合我的人设的一验，因为我一般会去保护，可能不太好被大家盘出来，或者说被那个就是不太容易被抓到的，比如三号玩家这种，但是其实还是觉得稳一点，想赢嘛，对吧？就验六号玩家，这是对六号玩家认可。然后验四是因为四号玩家我天亮之后，我觉得你的状态和上一盘不太一样，因为上一盘你是猎人嘛，我觉得你的状态比较稳当，然后也比较锐利，然后这盘就感觉你一直在吃，可能水果好吃吧，就把你验了，你是好人就可以安心吃了。然后验八是因为我听了七号玩家发言，他说六号玩家不知道就不知道，但是狼峰在左手边。无所谓，反正我是个预言家，八号玩就验验八，双压井下，然后七号玩家交给六号玩家去定义。如果八号玩家真的这个位置摸出来是个狼的话，那七号玩家不是挺好的？因为七号玩家独立听发言，我是听不出来的。我不太会压井上，因为井上的后置位的人发言，我是可以每个人都能听到的。我会井下再做判断，所以我就压两张井下的四号玩家和八号玩家。因为我第二个发言，我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说的了。希望大家能够相信我吧，我确实是个预言家。然后验六的心路历程也说了，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啊，是狼人的话就折断狼人的翅膀，是好人的话我就不用那么孤单了，就这样吧，投票给我井下的好人，过了。八查杀，井河流先六号玩家，单压一张六。我验八号玩家的心路历程是这样子的，面杀没有那么多心路历程，就看着像狼就验了，验出是个匪徒。验六的第一井回流的心路历程是因为他空保一二，一二没有发过言，那个哪怕是面杀，你保一二太仓促了，并且你接了悍跳匪徒的金水，虽然为我退水了，验出个放心吧，也没说非得奔什么去验，反正八九是一对狼，外出只有两个匪徒了，我就把六一经验掉，不验六号玩家我心不安，好人团队很容易因为他站边了我而导致输掉，所以我就把六号玩家留进我第一验，因为七号玩家对八的定义是认为八号玩家疑似为匪徒。哪怕警察卖个同伴出来，九号玩家对七的定义是因为七号玩家所以去验八号玩家，所以我没觉得七号玩家跟八主特别像一起共边见面的，而后者没有发过言的牌我是不想去点评的，没发过言就给你们发言的机会跟站边的机会。而井下的四跟十一，我认为九号玩家如果说把那个两狼流进自己的警徽流里面的话，相对来讲太裸了，所以四号玩家跟十一号玩家我就看票型跟听发言。六七的点评我就是给七号玩家，相对来讲还行不保，但六号玩家就进我验，是好人的话就剩下两狼靠你去找，反正我验出个狼过了。九号玩家他那个对七八的定义我觉得不是很像预言家，七号玩家他说左支位可能开出多了，对吧？他是这个意思，他说左支位可能狼偏多，那你也被他打了，对吧？八是你眼中的 X 身份被他打了，你不可能不太能去验八定义七的身份，
你说验八号玩家验出来是狼，七号玩家有可能是好人，八号玩家验出来是好人，七号玩家是无法定义的。你不能说他会打了左支位有可能出多狼，他就是狼，或者他是好人，对吧？毕竟他在高支位去盲打的，所以你是预言家的话，可能就会去验七号玩家。这是一个比较就是自然的反应，因为井上发过言的牌，你因为他打了井下的牌去验井下，然后再让六去管理七，这就是很矛盾。而且你又让六去管理七，又说验八是狼，七是好人，这就非常的矛盾。所以我认为就不是很像预言家井上听，所以我认为十是比较像预言家的，好吧？七号玩家跟六号玩家，我现在目前是赞成十号玩家的观点，不保。然后就没有了，好吧？我是采取听发言的打法，可以吧？我是一个好人，我的发言可谓是滴水不漏，好吧？过了。我觉得十二还行。九十单从对比发言来听，是九号玩家对七八的那个定义是让人不太能接受的。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九是预言家，六是金水，七号玩家你验八那个逻辑，你说八是好，就是我是这么理解，如果你认为七是好人，七说八九这边要开匪徒，因为狼风嘛，那你才能进验八，你都不知道七是啥，你为啥能进验八呢？这是我不太能理解的点。因为七相当于说左手边有狼风嘛，那你说七号玩家不知道，给六去定义，八号玩家你要先印掉，所以跟十二号玩家表的那个观点是类似的，所以我觉得十二还行，但是不那啥，我反正谨慎一点，因为井上确实听十号玩家没有太多的问题，听九号玩家对于七八这一块定义是有一点点问题的，就这样，但是。再说吧，反正听一轮发言也不一定。井上我是觉得九比十要超差一些的，过了。五八九十二，不知道对几个。十二号玩家一定是狼哎，九号玩家发现他都不用听的，看着你。你看十二打九打的好不情愿啊，你不觉得吗？他看了你半天，他不对你给出一个结论，对吧？十二号玩家，你的发言全程都在聊九。如果我没有揣测错你的想法，对吧？你在九号玩家跟六号玩家发言的时候都一直在盯着一号玩家，但是到你发言的时候你对一号玩家是只字不提的，所以保人不要保那么快。我觉得五号玩家像狼是因为五号玩家做的太紧张了，好吧？我觉得三号玩家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说，一号玩家发言的时候我就看你跃跃欲试了，但是我也想说，所以我就先说你再说吧。我觉得你是好人，我觉得六还行，我觉得十是预言家，九是悍跳，我觉得八是狼，十二是狼，能出来就只有五号玩家吧，因为九号玩家发言的时候，五号玩家眼神是迷离的，也就是我感觉你是不太能听进去发言的，因为你的偶像在发言，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很用心在听的，但是你没有，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来，这样我才能把你放下。我就先把这四个位置塞进去，我看谁能往外跳嘛。我站边十啊，我觉得九号玩家不是，其实没有什么说什么警徽流不警徽流的，就是我觉得十号玩家像，因为我觉得他状态像，因为像没有了，过了。那预言家嘛，我肯定站十了，对不对啊？那九是预言家，肯定验我的。嗯，九不验我，应该不是预言家，而且。而且这个九号说验我不稳，什么意思啊？什么叫验六稳，对吧？我觉得是五八九十一，我觉得是五八九十一，因为这把是特殊局嘛，特殊局十一号是个表现欲比较强的一个玩家，应该会上警，所以我觉得就是五八九十一十二五进四，一二听起来都不是狼，六也不是。七的话说左边阴风阵阵是吧，七也不是狼，没这么做成分的，弄错就是四吧，就没了吧。我打五八九十一十二五进四，过。
首先，二号玩家，我认为你有可能是好人。你说你要听完我交完百分之百的答卷来判断我是好人还是狼人，那你就听我接下来的发言，因为我认为你是在好人在打我。反观我认为三号玩家是狼人。那个我站边是站边十，站边十的原因可能是跟九号玩家发言有关系，因为九号玩家验了六，他说他验六是想赢，因为六号玩家比较稳。那六号玩家在井上是点评的，他觉得一二是好人，但在九号玩家发言的时候，他是对六号玩家的发言是充耳不闻的。首先我模拟九号玩家去验六的心路历程是想让六带他去躺赢，但六号玩家在井上说的话其实在九号玩家听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听到的。而二号玩家为什么我认为哪怕你打我是匪徒我会认为你是好人，而三号玩家是狼人的原因是因为你说你是观察了细节，我在听九号玩家发言的时候眼神是迷离的，我认为狼人是很难观察到这个细节的。而且我听你发言上来就很自信的点了四张狼，虽然我觉得你点的狼坑里面可能是两个都是错的，但我觉得你的发言不太像匪徒。反观三号玩家就很像听完你的发言之后打五是狼，三就借着你的手来打我。那个五十一我是没三和十一没分清楚，我觉得可能三更像，十一可能不是。而且十给井下的八发了查杀，如果井下四和十一都是匪徒，那谁也吃不到警徽。我认为九号玩家是悍跳啊，以及我再抛出个点，我认为六号玩家可能是狼人，因为九给六发金水，因为六的发言上一轮六号玩家是好人，他在井上是很自信的点出谁像狼人谁像狼人，但这一轮六号玩家是给的好人身份，所以我对六号玩家身份是给予 X 的，我没觉得六号玩家一定是好人，所以十号玩家第一局回头打六我是非常满意的。反观你们打十二，因为前缀一二都在打十二，我在想一二十二有没有可能是好人在打好人，那因为你们站边都跟我站的一样的嘛，大家都是站十的边，井下我们在听，但是我觉得一二十二有可能三个都是好人，那没关系的，饱受井下再给嘛。我是井上听感觉得一二十二是非常像好人的，我觉得三号玩家是井上我现在前缀最像狼人的一张牌，那没关系的，我站边十，我觉得十更像预言家，特别是十给八发查杀的时候发的八的嘴角其实是非常尴尬的，以及九号玩家，我认为你是预言家，你的那个点就太不像了，包括你验了那个六号玩家是金水，你对六号玩家的发言你都直接无视掉了，所以我觉得你六九就特别像两个，那没关系，井下再听嘛，我站边十，我认为是。竞选警长发言完毕，退水自爆环节，五四三二一，请井下选手戴盔投票，请戴盔，请投票。五四三二一，四号投给十号，八号投给九号，十一号投给十号。投票结果：十号当选警长，昨夜平安夜，请其余选手退水。请警长组织发言顺序，警左或警右。九号选手请发言。退水太早了吧？那个，因为我验，因为你们打我没关系，因为大家都站错边，只能说明我井上发言不好，我会井下好好发言的。那个因为我不，你们打我的只有一个点嘛，就是七八的这个定义问题，因为六号玩家是我的金水，你说我对一二只字不了，他说一二是好人，我验人肯定奔狼验，所以我不会验，我就不会在井上聊一二事情，且他们俩都在井上，我是不敏卦象，也不干这个干那个的，所以我在井上没有聊一二。第二点呢，这个七和八的问题，因为七号玩家他发言是没有实质内容的，我前这位金水发完言之后，七号玩家说六号玩家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而阴风在左手边，因为我是个预言家，我和六号玩家是两个好人牌，中间只隔了七八，而七的这个发言我认为他在井上没有工作量，我就是不想验他，所以我拿了个借口去验八号玩家，就这样。如果呢你们在说我的这个定义不能是预言家，我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我是个预言家，你们硬说我这个不是预言家的视角，那我是个预言家，我怎么能出来不是预言家的视角呢？行吧，我就解释到这里。然后呢，五号玩家那个三号玩家说我不验你，我就不是，我是想给你点游戏体验，因为你上一盘是帮助了好人，所以我是想给你一些游戏体验，就没有去验你。如果呢你井下坚持站边呢，我就可能认为你会是狼人。那个五号玩家，我也不可能验到你，因为我告诉你我是预言家，我就是预言家。如果你是好人，你在那个地方就一定能站对边，其他就没有了。我想想井上的发言，十号玩家发言，十号玩家比较讨巧，因为我对七八的定义在好人视角里很可能是我比较像认识八号，把八号留进警徽流，所以他这个位置给八号丢了查杀。你们可以听八号井下自己的发言，他是好人就一定能发出好人的言论来，对吧？你们认为八是好人，我就是预言家。十一和四都是投给十的，哎，因为井上到井下，除了八号玩家一张反向金投给我之外，没有一张牌是站对边的，所以连我的金水都退水了，都为这个悍跳狼退水了，所以我是很难去分辨谁是好人的，因为一号玩家是有在很仔细的观察，所以一号玩家你可能井上还行，
五号玩家，我是跟你对过话的，我是预言家。如果你是好人，我希望你能站对边；如果你认为二号玩家是好人，你可以劝劝二号玩家，因为我觉得大家站边都挺自信的，可以再想一想，好吧？其实打我也没什么点了，十二号玩家我听不出来，因为你们打我点无非就是七八嘛，我需要在井下听。发言顺序很不利，因为我井上听完之后，我井下第一个发言，听完发言之后，我没有办法再去找狼。你玩的是我的命啊！是这样的，那个，我承认九号玩家他井上发言是有问题。说实话，我不接个查杀，我自己也不一定能站对边。因为你井上说的说他说什么阴风阵阵，你警徽流是四八，你哪怕八四都好过一些，好吧？那没办法，那个狼抓到我是狼优秀，好吧？是这样的，那个我底牌是个守卫，我第一天就那个守了十号玩家，我冲身份去守的。那个我这个位置跳守卫，你们要打我是狼，你们还得把六打成狼，因为我是顶着一个明金水的去跳守卫的，好吧？这个游戏是这样的，那个这个、游戏是这样的，就是我想告诉你们一个道理，就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每个人的视角不同，好人为什么反容易那个叫什么输，就是因为你们有些时候对预言家的发言要求太高。我也把他的问题点出来，但我现在明确告诉你们，我底牌是个守卫，我是个好人。井上的话你们站错边了，如果让我这个位置硬点狼坑的话，我现在只能点的是三五，可能开一个，然后四十一我都会优先先扔进去，好吧？然后七我是没有放下的。我说实话，我听发言我真的十二一二，目前井上单凭井上的发言我没有听出像狼的，好吧？所以六号玩家你是金水牌，希望你这轮发发力好吗？我底牌是个守卫，如果今天投了我，既然好人就大概率就没了，好吗？而且我还有个就是说，后置位你们就一张身份就不准再跳了，可以吗？我千万不要说跳个女巫，说什么我站边，你哪怕站边九你都不要跳女巫，这是我的要求，好吗？我底牌是个守卫，今天投十，就这样了。如果那我不幸出局了，我遗言会再点一遍狼坑的，但是我就告诉你们，如果我出局了，很可能这局游戏就大概率输了，过了。嗨，我觉得你不是，你不是守卫，虽然我不是，但我也觉得你不是。没表情，十号玩家又同身份了，缘分，好吧？撂下一句话，给好人打个镇定剂。七号玩家铁好人，我这边十，我觉得八九是一对儿，我觉得一二是两个好人。六号玩家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可能是好人吧，因为二号玩家保了你。十一我就不给身份了，好吧，因为之前定错了，我就不乱给十一的身份了。其他的位置也就这样吧，自己看上来吧。我站边十，过了。哎，我想想，我确实是为十推的水，因为我对九井上的发言其实不太满意的，反正大家都点过了，我也不再去点了。而且十给八发查杀确实挺像的，而且其实我听完一二的发言都比较像好人，因为我井上说你们都还行，我听完你们发言，我觉得你们其实我听五的发言都不太像了，虽然他打了我，但他保的是一二十二，他打的是三。假设三五里面只出一个狼，一二确实保对的情况下，那如果九是预言家，八是守卫，其实我听七都不太像，狼就是四十十一十二，三五出一个，就三五出一个四十十一十二，再四十一十二再出两个，十二好像也不是很像了。但我其实井下听九发言有点犹豫啊，我觉得他井下发言挺好的，我听八发言也挺像守卫的。八发言真挺像守卫的，啊，反正不管他是不是守卫，你们一定会有人对跳守卫，没人对跳守卫最简单就投十嘛。你们不可能说狼不跳守卫，或者说他是个狼真守卫不跳，你们就想把那个把八扛推，这不可能的嘛，对吧？
所以一定会有守卫对跳嘛。那如果有守卫对跳，今天就不在那个八跟对跳守卫里面投嘛，就跟九十里面投嘛。这个没毛病吧？这个逻辑没毛病吧？因为如果九十里面投狼，因为守卫牌狼是一定要去恐他砍他的，就他如果狼不去恐守卫砍守卫，比如说啊，假设我就说假设三跳了个守卫，三八对跳守卫，今天我们在九十里面分辨，就九十里面投，你是预言家你也不能去归八，如果有人对跳守卫的话，你是预言家你也不能归八，那就在九十里面投。那假设晚上比如说三八对跳守卫，八死了，那八不就一定守卫吗？他们狼两个对跳守卫，狼还不能在守卫里面砍，守卫还可以外置位去守人，不是挺好的吗？对吧？我觉得九井压发现挺像。哎，你们锦阳打我是狼的原因是什么？就因为九给我发了精选。那我锦阳的唯一工作就是一二是好人。我上把是第四个发言的，我是听过前置发言哦，第五个发言。我给出前置，我是听的发言，一是狼，听的发言二不像预言家。这把我是第一个发言的，我只能用敏的。我觉得一二像好人，那你也觉得一二像好人，你凭什么攻击六呢？五号玩家，虽然我没觉得你很像狼，反正你们如果是好人，你们再去斟酌一下吧。我觉得九井还真挺像预言家啊，其他没有。我觉得七十不太像狼，过了吧。完了，我也觉得九井下发言很像预言家。我是好人，六号玩家井下，我听你是好人，我对我井上打野的行为感到抱歉，因为我井上其实是因为我对你的要求可能比较高。井下我听九是真的很像预言家，所以我在思考我有没有可能站错边。而且我认为井下的四十一是，因为我开牌时候其实免得挂想，我觉得四十一是非常带身份的。我也不说你们是狼人，但我觉得你们非常带身份，特别是十一号玩家，我定死你是狼，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我就直接严杀你了。我认为你一定是狼人，你可以在你的发言再给我反馈嘛，但我认为你是狼人。所以那个十一，如果八号玩家是八十一两张匪徒在井下，八号玩家跳守卫了嘛，我真觉得九井下发言比井上发言要好很多。因为你井上的发言其实很多人都点了，包括为什么井上所有人都没站边你，以及井下很多人都投了一票。所以我在想，因为我听六号玩家是好人，九号玩家是蛮像预言家的，七号玩家我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狼人啊。因为你发出了唯一一句我觉得最像好人言，说这把你们放心，七号玩家又是一个好人。但如果你真的是好人，我希望你能，因为我是好人，我认为六号玩家也是好人，我和六两张牌都觉得九号玩家可能是预言家。所以你如果真的是好人，我希望你井下在听完十的沉底发言之后再思考一下，九号玩家是不是有可能是预言家，而十号玩家是狼，以及后缀就一定会有一张对跳的那个一二对跳，我可能会更加偏信于是，因为一二我的确发现听你们都像好人，包括一二是好，那个一号玩家是好人点，井上我没给出来啊。我认为一号玩家你是好人点，是因为你对十二号玩家那个反馈，以及你上把是狼，我也是狼的时候，就是你狼和好人其实发言我觉得差的还挺多的，所以这把我听你井上发言是不太像匪徒的，所以我认为井上一二是非常像好人的。反观三，我是觉得特别像那种做作的狼人，这是我对井上的视角。那个我觉得九号玩家井下可能是预言家，我可能会考虑回头，不是因为井上和井下听的差很多，是因为井下我听了六九，我觉得都是好人，以及六号玩家点出那个八号玩家守卫，我觉得是八的发言其实也挺像守卫的，所以我会因为八跳守卫嘛，后缀一定有一张牌会跟他对跳守卫，我就听完后缀对跳守卫的一张牌的发言，以及轮次一定就是九十，对跳守卫就一定不会动，因为守卫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轮次就一定定在九十，我会在听完十号玩家的发言做决定的。我认为十一就一定是狼人，定中之定的狼人，过了我好人。一个八号玩家起身第一个发言，狼队就敢冲起来了，他就跳个守卫，后边一圈不还没听到吗？我守卫啊。五井上是给的一二十二三张牌是好人吧？你给贪杀好人，你是不是又补一句说哦，那我那个可能弄错，我井上再改。但你打六九是两个狼人，是信誓旦旦的说六退水，我觉得六九是两个狼，我站边十，这不是你原发言吗？五号起身发言点的狼。七还能给好人身份，四也不进五。七起身，你因为八是守卫，七起身说：“我因为八不是守卫，守卫不跳都让投他。”发言是这个意思吧？无所谓啊，投八。这怎么能是好人啊？五井上打六九不讲道理，六起身说五啊，你好人。七我都不想打，我就这边来。咋做好人啊？那就五六八九，无所谓。怎么能，对吧？武警上打六九是特别信誓旦旦说啊，六退水，那你俩两个狼，我站边十，给一二十二好人身份，还是说哦，井下我万一弄错你们两个呢？怎么八跳个守卫，不管他是悍跳狼还是真守卫，他第一个发言，好人的思考量不就一定是因为哪怕他是真守卫，狼不也得再起一个守卫出来吗？后边的人还没发言呢，怎么就，对吧？
这讲道理吧，我跟十四郎同伴的话我也会跳的，对不对吗？怎么就因为这个把武器全放了外置位一顿打呢？因为五井上打六九两个狼是不讲道理的，六井下发言都没听到，凭啥六九就直接是两个？那因为你也是站边了十的，你井上还攻保了一二十二，攻击过三号玩家没狼人，三号玩家站边十，你凭什么直接起来信心弹的我也站边十，然后攻击六九两个是铁狼，这不全是你原生态发言吗？咋做好人啊？无所谓，投吧，不需要站了吧，这边过了吧，无所谓，投吧。可以啊，这个四号的发言逻辑状态条理清晰，好吧，应该是一个钢铁守卫啊，没有问题，我没有站错队啊。十号是一个预言家，这个八九发言应该不可能是好人，因为你们两位井下发言是心中没有狼坑的，然后八号跳了个守卫，他的意思就是投了他就输了嘛，反正你们自己看着办嘛，就这个发言我是比较不接受。 cosine 是好人全是打心态发言的，所以你应该是狼，五六八九是可以的，容错就是六一张牌，十号玩家容错就是六，你就把六给验了。五的发言井上井下逻辑是断层的，五号玩家井上说三十一像狼，三比十一更像，这是五号玩家井上发言，说是敏的，然后井下三二十一没有发言，那怎么十一是定中定，狼中狼，对吧？所以说五号玩家应该是铁狼一匹啊，铁狼一匹直接可以读的哦，读的试读。九号可以放着再玩一玩，把五号玩家读掉，铁狼，好吧。明天女巫不读五号，就读我，好吧？啊，也不行，也不行，也不行啊，看着办吧，好吧？我觉得五八九肯定是三匹狼。如果验你验六十金水，就是十二是最后一匹狼，狼位锁死，好吧？记住我狼位啊，五六八九十二五进四，不会改的，这个狼位不会改，过过过。我入夜以后是许了三个愿望的，我希望我们能赢，然后我许了一个愿望是狼人空刀了，然后第一个愿望可能可以达到，第二个愿望应该是没有，还有个愿望我先不说，我觉得八九井下发言就是两个狼，五号玩家你说你听六号玩家发言是好人，所以九号玩家像预言家，哪里像呢？你说呀，井上你是说了诸多九号玩家不像预言家的点，后缀你认的好人一二十二都没发言的，你是怎么确定那个守卫不在里面呢？对吧？而且我觉得你严杀十一号玩家就是想封十一号玩家的路，不让他跳守卫，对吧？你是不是抿了他是一张守卫牌去严杀他呀？我觉得五号玩家一定是狼，所以三号玩家我就排掉了。因为井上一发言的时候，我觉得三号玩家那个动作，他就是非常想发言的。狼是不可能有这种动作的，因为我自己是拿狼的时候，我不可能在不悍跳的情况下憋着一肚子话想憋往外说，所以三井上的动作我觉得是好人，而且你五号玩家井上攻击三，井下不攻击三了，你井下就盯着十一号玩家一个人了，那三号玩家是什么呀？你又不说了，对吧？你认九号玩家是预言家，三号玩家不更是个狼了吗？对吧？你的狼坑不就很明显了吗？三四十十一，你认一二十二是好人，对吧？容错开个七，你是好人，你可以点四个狼了，我看你毫不想点，就投八，赌五也可以。赌九也可以，我觉得，因为我是走人性的，我觉得八九两名玩家呢，井下没有任何的紧张感，因为井上一圈人都要站边十号玩家了，而你们透露出来的紧张感只是迫于无奈的压力，而不是我真的是一张预言家牌，我真的是一张守卫牌，我要出局的那种急凑感，好吧？那我不是更厉害点吗？我井上就点了五六五八九十二，我还是没觉得六是狼哎。因为九一直在对话六，八也一直在对话六，五也一直在对话六，三个狼对着一个狼输出，那六号玩家得是梦魇呀，对吧？那预言家的警徽流不是在六吗？那就等着验不就行了？我还是觉得位置不太能换吧，好吧？也不知道发这些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毕竟我是第一浪嘛，节目效果还是要有的，对吧？主要七号玩家不是记不得嘛，我就给你重复一下啊。那个我这把是个猎人啊，因为我上把没拿到猎人嘛，对吧？那我这把我拿没拿到我都要跳一个，好吧？我是猎人，我要投八过了。我不是猎人，但是我也不知道二是不是猎人，反正我听完八九的发言，我是有点，我是觉得八九井下不一定
我还是想听十的点坑位，因为八九其实没点坑位。你要说他们如果真的是预言家跟守卫，你让他们那个位置也很难点，但是确实没有点，我是有点难受的。我想听十发言。我是觉得，我大胆一点啊，我都觉得五不是，我都觉得有可能六七八九，因为七号玩家告诉我八一定不是，我都有点慌。六号玩家认为九八九有可能是两个好人，就守卫跟预言家的时候，七号玩家攻击死了，说八一定不是，六号玩家说七好人，我是有点不太能接受的，因为七说八一定不是，你认为八九是有面的，六号玩家，你怎么能认为七一定是好人呢？我再想想吧。因为五在那个位置把十一都打死了，提前走位呗。我不知道，还是想听听十打完坑吧。如果十号玩家的坑位跟我的坑位不太一样，我可能会投十，因为我觉得八九井下的那个诚恳流比较诚恳吧。就这样，确定发言吧，过了。我是猎人，所以今天你们就不用分辨守卫了，对吧？我是狼是不是福利啊？你们可以在二十二里面去投，如果女巫有站边九或者站边十，可以在八跟三里面去多，对吧？这是不是福利啊？然后我是底牌是个猎人。我井上点九的没有问题啊，我觉得点九那几个问题是九号玩家他自己也解释不了，对吧？我现在还没有听到十的沉底发言，所以我并没有确定二号玩家一定是冲锋或者是电飞，但是这个呢要我等会去听十的沉底发言去判断，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今天的票就一定在二跟十二里面投，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吧？没有一个好人会去冒着有可能投出去守卫的风险去在八号玩家跟十号玩家里面去投，对吧？是吧，七号玩家？因为有猎人可以分辨。然后我底牌是猎人，我会在听十的发言是不是预言家。二号玩家井上说他站边十号玩家，但是他说二号十二号玩家是狼，因为十二号玩家在九发言的时候一直在看一。因为我当时已经觉得九号玩家不是一个不太像一个预言家了，我警察也是说不太像。然后他验的精髓是六号玩家，然后我开牌抿的二是很像狼的，所以我一直在看一号玩家跟二号玩家，因为六是警上保了一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去看一二，对吧？那我已经解释清楚了，但是二号玩家他是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因为如果一个好人前置位有一个人发言足够好，打了他心目中的悍跳狼，并且逻辑盘的是没有问题的，他也讲不出有问题，他就不太会因为去我在九发言的时候去看一二而把我去打死。他井上是死战边十号玩家打十二号玩家铁匪的，懂了吗？所以为什么我是一个猎人而二不是一个猎人，因为是特殊局，所以我想听一下那个十号玩家沉底发言，然后我会投定票投十二，我昨天晚上是可以开枪的，好吧？如果出了我就打十二，我的票一定不会投错，是好人就跟我去投十二，投二，口误，投十二也可以，好吧？投十二也可以，但投十二的话，那在下就冒昧了，好吧？就我一个人投狼，对吧？投二啊。二十二的轮次啊，枪战呀，投十二呀。我开牌就名老杨猎人，所以说你跳枪就投十二，那你打的挺对的。其实你这位置你聊爆了一个点啊，首先二这个位置跳枪是要八的命的，所以说二只能是十的同伴。在你这个位置，你可以知道全世界谁都不是狼，但是你知道二一定是十的团队里面的狼，
所以说八在你心中一定是守卫，九在你心中一定是预言家，四在你眼中一定是狼，在你眼中就二四十十三个狼，外追再去找一个，我觉得一一定是好人，我能给的身份是一。我井上投票嘛，就是觉得他开牌就身份，而且状态拔那么高，如果他是汉条就被他骗到。其实我没觉得七有多像狼，而且七给我的感觉就是跟十对话了。要么你去把五给我验掉，这个家伙是逻辑崩盘的。井上发言蛮像好人的，井下视角就是诚如三四所言。你井上给的视角是，哎，我觉得你一二都是好人，我跟你们的观点不太一样。一没有给身份，二给的是八九十二五是三狼。你认为二底牌是好人，你对话说三跟十一里面三打的位置是十一号是狼，八号是狼，九号是狼，五号是狼，十二是容错率。你的观点是认为，我觉得三跟十一里面我分不清楚三更像那个狼，没篡改你发言吧？井下他跟你对话完以后，十一定狼。你井上的视角和井下的视角，你发生了大篇幅的偏差和转换，所以说你是好人也是那个东西，所以说我希望十号把你验掉。今天就投十二呀，你是枪不就打二呀？因为当二，因为你是枪的那一瞬间，十就是悍跳。逻辑跟你讲很清楚，二这位置要的是谁的命了？二这位置需要要的八的命呀，对吧？那二只能是十的同伴呀，二四十不就三个吗？不是裸奔吗？就枪战呀。如果这位置是个电飞的狼啊，那他打得太好了，我就一定被他骗。我反正投十，你不准改票，改票就投你，就枪里面投，因为枪里面投一定不亏轮次，好吧？就这样过来。我当然不会再是龟八号玩家，二十二里面有个狼，肯定枪里面龟啊！我很讲道理的，我警徽流只想打五号玩家，武警上是打六号玩家进了九号玩家的团队的，井下是六号玩家说认为八九可能是预言家跟守卫的情况下，又站回了九号玩家的边，并且保下六号玩家为好人。所以我想把五开掉，这局游戏相对偏好打一点，因为三号玩家打的位置是五六八九，我觉得七是好人，一是好人，十一是好人，所以二十二里面开张匪徒八九一对，我最后只要把五号玩家开掉就行了。如果五开掉，我还有命验人，反正那个有守卫嘛，你留着破八嘛。我今天二十二里面归，我就去把三号玩家留着我的第二警徽流。二十二里面我怎么知道谁强啊？我反正会拉这两个人上 PK 轮次。但是呢，那个我自己呢会去投八号玩家，你们呢就二十二里面投，因为二怎么可能？大家都要投八，二号玩家陈迪瑞说他要跳个枪，把轮子拉到自己头上来，跟我作为共匪同伴，怎么可能呢？那十二号玩家如果是一个我的共匪同伴，那就不可能在二号玩家陈志瑞跳枪帮我号票归八号玩家的情况下，然后再去跳枪把轮子拉到自己头上去，拉崩自己团队。所以二十二都跟我不共边，预言家我就独立出来，这是给女巫的福利，独八号玩家。而二十二里面投的话呢，都有枪面嘛。二是被六七进宝跳枪站边我的，十二号玩家呢是，但是二呢其实不应该跳枪。老实讲，因为八是出局是大势所归，所以他要去跳枪帮我号这票，我觉得意义不大，所以我没办法确定。在我这边当然是二号玩家枪面高一点了，但我不确定嘛，万一投错呢？所以我自己投八，我归的是二十二 PK， 这样子吧，我验五号玩家跟三号玩家。选手发言完毕，请警长归票。在投票啊，现在归，请警长归票，请归。警长归票，二号、十二号 PK， 警长票为一票。所有选手请戴盔投票，请投票五、四、三、二、一，停止投票。一号投给二号，二号投给八号，三号投给八号。四号投给八号，五号投给二号，六号投给十二号，七号投给十二号，八号投给十号，九号投给十号，十号投给八号，十一号投给十二号，十二号投给二号。投票结果，八号出局，请发表遗言。分什么票呢？这发言还不是悍跳啊？
现在票型出来总能认了吗？我说实话，我现在唯一的最恐怖的一个想法是，那个叫什么？二还不是个狼，因为他发了一些很奇怪的言，说什么飘飘飘飘飘。那结果是几票打在我身上？三、四、十。我说实话，那这样吧，最后的容数就二十一里面，你反正你验完十一你就自己知道答案了。好吧，外追我就全放了。为什么会想到从二十二里面去投？二十二投完后，你们知道谁是预言家吗？那或者你们这样，你们如果想投二的票呢，是不是就直接砸在十头上呢？这人是投的，我都忘了什么了。我本来都没有放下他起来，自信满满，说八九铁狼，你们打我是狼，那你们打打我的发言行不行？说我没有点坑，他没有点坑，我点坑了吧？我说。三五开一张，然后四十一我认为可能都要扔进蓝坑，这个人我没放下，我认为一二十二都好人，那现在可能结果来他就保错一个二。我希望女巫能回头啊，女巫回头就把十读了，把四读了都可以，因为这两个人一定是狼，你读是一定读不错的，反正就等他验一个人，我认为游戏结束了。三铁狼，三的发言怎么做好人？三四十二十一开一个，十一号玩家最大的问题就是莫志威去号召去分要枪你头，跟枪有什么关系？别的没了，反正你就验验吧，能验得了就验个十一，好吧？这是守卫给你的遗言，你没点坑，我点了，他们攻击不了我，他们就直接笼统的说八九都没点坑。我能接受狼掰发言。我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请死亡选手离场，天黑请闭眼。
四、三、二、一，天亮了。昨夜双死死亡不分先后五号、九号，请死亡是否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请死亡选手离场。请警长组织发言顺序，警左或警右，请给手势。七号选手请发言。五九双死，他的遗言其实有点像手雷。昨天冲八的里边一定是有狼人的，就是昨天冲守卫的人里边一定是有狼人的，因为按轮次来讲一定是枪的轮次，怎么可能守卫没分清？你们确定百分百分清了吗？对吧？开枪哪怕是出错了还能带一个，那凭什么要去把八给冲掉呢？哦，不好意思啊。有点危险，我来听一听吧。那从格局上你就不能为狼人了，因为好像就只有咱俩出的十二。就这样过了。如果九是预言家，八是守卫，这把也很难赢，对吧？哎，你是平民挑猎人吗？我玩家，我其实说实话，我昨天听二十二发言，其实我就有种感觉，二是不是平民挑的猎人？所以我其实很不想在二跟十二里面投，我就想在九跟十里面投。我是女巫，四是饮水，所以四跳了守卫，我肯定姓四啊，我读的九。反正九是预言家也没得玩嘛，对吧？因为如果四是狼，四就自刀。其实我想过的，四跳出守卫那一刻，我想这么巧，我的饮水跳守卫，所以我当时有过纠结。我在二十二头里面是我不想暴露票型，我头八狼就知道我一定是女巫，所以五是吃刀的，九是吃毒的。我赌九就是因为我的饮水跳了守卫，我饮水跳守卫，我一定信我饮水啊。是这个逻辑吧？我不可能，我们今天第一天我说四号玩家一定是自刀，这不可能，所以他跳守卫我就一定信他的守卫，所以我就把九读了。我是觉得二十二不管谁是狼跳猎人都没收益，昨天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一度想过二有没有可能是平民跳的猎人，果然他没有票十二。他是如果、啊、他不管，首先他今天一定不可能再穿猎人衣服，他今天如果说他是猎人，我今天就一定投二，他今天但凡说他是猎人我就一定投二，因为你是猎人昨天就一定投十二，投十二是稳定有什么东西的，对吧？所以你是猎人就一定投十二，你是不可能不投十二的，所以你今天你只能跳平民，你只能脱衣服，你跳猎人我就一定投你。那还有两个狼是谁？假设啊，假设二十二里面出一个狼，还有个狼是谁？十一吗？我觉得他不是狼，一好像也不是很像，三好像也不是很像。我是觉得八的遗言是挺像狼的，他说三是铁狼，我是听三发现挺像狼的。其他没了，帮你留十一的警徽流吧。啊，如果狼人爆的话，你就留十一。过了。后边有人跳女巫我就投你，你以为你这轮发言你还是没解释怎么点的狼坑，怎么五跟七都能给好人身份呢？咋做好人啊？二跟十二是不是要产生狼人，跟你有关系吗？你是女巫，这轮还没到你吧？你是女巫吗？有人跳投你，没人跳就二十二投，简单不？因为我是守卫，八就一定是狼，八是狼，十就一定是预言家钢铁的吧，所以说我最开那啥，九就指定是吃毒，这就吃刀。那我打错了五，那五警上发言确实，你让我认他是好人，好人谁敢认五好人呢？对不对？不可能。我是守卫，我也不知道你认为我，他说了我是你饮水吧，我是你饮水，你担忧啥呢？我是你饮水，那是两个狼出局的，
你担忧啥呢？我是守卫冤家还坐着呢，俩猎人吗？投啊！你因为二四狼投二，投啊！我也不知道他发的是啥呀，可能五弄错了。后面有跳女巫的，我就投你；后面没有跳女巫，二十二里投。这游戏不就这么简单吗？我昨天晚上守的十二号玩家，行吧？我没吃空，我也没那啥。你就这样。五可能我就整错了，因为我没有办法。有女巫，就哪怕后边都没人跳女巫啊，我都不太信她是女巫的。实话实说，那五次刀是女巫，好像也不太可能。嗯，反正你们就那啥吧。我也不知道她惊吓那眼是怎么发出来的。什么五七都是好人，七是质疑了你认为的守卫。你惊吓发言不是因为八挺像守卫的吗？然后我再跟你们说，刚才上一轮我就讲，因为我是守卫，八跳我身份嘛。九号玩家起身对话过我经上的时候，他说是，我看你跟上把不一样，你一直在吃东西。九已经要过我底牌了，然后我抬头瞅着他，我帮你们回忆一下，对不对？那我拿个守卫，我能总不能跟猎人一样吧？搁这嘎嘎抽这抽那个的。反正你们六待定啊，今天就二十二里动票。我因为十二是猎人，二十狼，那十二是猎，你只能是狼了。但我你是狼，我也想不明白你在干啥。因为你是狼帮十投票的，你要投八的，他手举的也是八呀，对不对嘛？嗯，过了吧。这个都明局了呀，就加快游戏进度啊。后置位发现短一点，先投十一号，再投一号。啊，就你们两个。八如果是守卫走的。八是守卫走的，预言家不杀，是不是杀明猎人十二呀？这不是基础逻辑，直接杀十二呀，因为二是投的八呀，二做不成猎人呀。他们两个哪怕是两个好人，那也知道十二底牌一定是猎人呀，是不是这道理啊？所以八一定是狼走的，就通一下就行了嘛。那我是冲八的，四是真守卫，对吧？我肯定不能上皮克轮次，总不能我是那个倒钩狼吧？所以就一十一两个狼，还有谁呢？你是瞎嗨的好人，只能瞎嗨，因为你做不成任何一张牌的同伴。你是十的同伴也没必要跳枪，你是九的同伴跳枪更送，因为八跳这个守卫已经被按在土里面打了，你再跳枪，所以二只能是乱嗨好人啊，对吧？他是女巫五吃了一刀说的，五还能吃刀，我真的服气，好吧？五吃一刀是推我吗？嗯，好，一十一顺出过。我不是猎人啊，我是狼，我就不可能投八呀。我跳链就跳着玩的呀。昨天十二号玩家跳链的时候，我是没相信他是猎人的，因为我一号玩家都质疑我是不是猎人了，十二号玩家起来就说我一定是个狼，我以为十一是那个猎人，他定死了十二，但是我肯定投八，因为我不是猎人，万一他真是猎人，我投他我不没了吗？我肯定投八，我觉得八是狼啊。那三届轮番就一定是个好人了吧？他一定是个平民的发言了吧？因为他说如果十是狼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个轮次你知道吧？他肯定是女巫啊，只有。他能是女巫啊，你自己想呀，他的发言是你女巫毒五，不毒五就毒我，他就不可能是个女巫。我是女巫，我不可能跳猎人，你底牌是个守卫，我们二三四十挂的八，也只有六会去毒九啊，所以六就肯定是个女巫啊，因为一跟十一都是一个是挂我的，一个挂十二的，所以他们两个不可能是女巫啊，所以六就肯定是一张女巫牌。那五号玩家如果是女巫他就一定吃孔了，因为他是吃刀的嘛，所以五号玩家不可能是女巫，所以六就只能是一张女巫牌，那狼就是一七十一里面三开二嘛，对吧？那五号玩家打错了，十二号玩家也打错了，僵住了。我跟你十二号玩家讲，我为什么一定不能是猎，不能是狼人？因为我是狼，我就投你，对吧？我要是张倒钩狼，你退一万步讲，我要是张倒钩狼，我也不可能去投那个八，因为好人都相信我，我投你，我是最赚的，对吧？因为我狼队友已经雪崩了，我投完你以后，你就算把我打了，我们也是多刀一刀的原因，多就是还可以多刀一刀。我不可能去投你，因为我底牌不是猎人，我是个平民。我觉得十一号玩家挺像狼的，昨天的发言，因为我觉得十一是能 get 到二十二，有可能不是两个，就是有狼在里面，但是他是要求你在二十二里面必须，所以十一号玩家是很有可能，而且八号玩家在末座一直在说你分什么票啊。我觉得他不可能对着十二号玩家一个猎人去说分票吧，那除非十一是那个猎人，十二是那个狼，那如果十一是那个猎人，十一号玩家一定会跳，因为十二是他眼中的明匪徒，
所以十一号玩家就不可能是那个猎人，只能是那个狼人。那一七开最后一个，因为这个人是投我的，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不是狼，那就只能是他，也不一定，万一狼他就想投我呢，投我做身份嘛，反正投我总归不赚不亏嘛，对吧？但我希望你十二号玩家能理解我，当然你不理解也没有办法。而且现在我们是不是只能跟着十号玩家走，而且你还活着，对吧？那昨天晚上吃孔的就一定是这个五，不然的话十号玩家不可能还能抱怨人啥的呀，是个道理吧？不然他们杀这刀五就杀的莫名其妙的呀，他们一定是奔着女巫去杀的，想吞女巫的那个饮水身份，对吧？所以只有五号玩家能吃孔啊。我想的东西比较多啊，可能你们会觉得我聊的比较开眼，我是狼，我不可能聊那么多东西给你们听的啊。我觉得八是梦魇走的，反正我平民身份就交了，六是女巫我认下来了，我觉得二四一定是两个好人，三我都没认下，一定是好人。我觉得就三七十一，七号玩家，因为六说你是好人，我就想把你放一放，因为我认下六是女巫了，就三十一里面，因为三号玩家说最后一个坑在一十一，那七是啥？七是啥？七最后七说八一定不是守卫，七说八一定不是守卫。七号玩家昨天投了十二，我投二，因为我认十二是猎人啊。我是觉得在二十二里面投，因为我认十二号玩家是猎人，很简单。井上我就觉得十二是好人，所以二十二分辨我一定是信十二去投二的。十号玩家你就自己弄，我平民身份加了，我觉得六女巫。四号玩家不是昨天守的十二吗？我觉得八有可能是梦魇。四号玩家不是昨天守的十二吗？还能守十一天，无所谓。三七十一，就这几个坑位，我觉得二一定是好人，因为二号玩家昨天投的是八，四是守卫，六是女巫，就这么几，就这么几个。三号玩家我没觉得他是好人，是因为他放七放太快了。你觉得八九是两个狼，五不是狼，你说你自己进扛对位了，那狼在哪呢？你说七一定不是，七为啥一定不是？一十一，十一号玩家在井下四八十一，你就说十一号玩家，因为四号玩家如果梦魇没走，是不是一定孔四刀四？是不是一定孔四刀四？因为四是守卫，对不对？所以八一定是梦魇。我十二让你自己想，我平民就三七十一，你们弄。我是觉得目前因为三号把七号也保了，我就不想动七三十一，你自己去想。我觉得二不能试，二因为二昨天投过八的，就这样了。那他投我，他是不是死啊？他投我，他死不死？我就问你，那为什么八九是狼不投二啊？为什么？不香吗？投不出去吗？我就问你们，他是好人，他井上能不能打我铁匪？我井上打九的逻辑有没有问题？他井上能不能打我去打我是铁匪？现在是这样。一的逻辑是八是个梦魇走的，所以四号玩家是可以去弄的，对吧？可以使用技能，六号玩家也可以使用技能，我也没有那个被恐。你去看十号玩家你有没有被恐？如果你也没有被恐的话，说明梦魇走了，梦魇就已经走了，那么你就随便投都能投，随便投谁都可以，只要守卫空守一天，剩下来都是两名两狼。明天就大概率是可以投对的。我觉得二跟十一是两个狼，我不太能接受二号玩家是好人。我井上站边的是十，他站边的是十，他是我铁狼，就因为我在敏一二的身份，这不是搞笑吗？那他井下有什么理由去跳猎人呢？他跳猎人，我只能怀疑井后有狼。我觉得一投了二不太像那个他的狼同伴，就只能是十一啊。这是正常的视角吧，不然八九为什么不投二呢？他投八能代表什么呢？他投八如果女巫读错了呢？如果女巫认为八遗言是一个狼，是不是有可能去读十二？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啊？明武是女巫当女巫也有这种可能性，你说是不是？所以八九他如果八九是。八九现在如果是两个好人，就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对吧？因为六十九的金水，六已经跳女巫了，那个是狼，这个是狼，外置位就算五是一个狼，他们只要没有守卫了，爆两刀就行了。
对吧？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八九是狼，他们为什么不去投二？因为他们本来是不太有机会存活下来的，因为井上基本上所有人都站边的是十，十还拿警徽，他们投二是投二投出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或者投十二投出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为什么不敢投呢？还不是有狼同伴吗？所以你验人，你去验十一都可以，你如果投二，你就验十一。就这样吧，你看你能不能恐？你看你报一下，你能不能那个就是，能不能验人？好吧。如果你要是吃恐的话，我建议是出二的。如果给他这个狼这样赢的话，我觉得大家颜面上面也不太好看，好吧？过了。我是平民，因为他跳枪，我抿开牌抿他是身份，笑得很开心。因为他开赛前感觉就说他希望拿枪，我觉得他那个卦象跟他摸到那张牌底牌很吻合，我觉得他可能是猎人。你跳枪的时候我没觉得你一定是，我在想个极限逻辑，就是鬼故事。鬼故事是什么？就是八是个真守卫出去的，四是个自刀，就二三四十是四个狼，我们就交牌，对吧？二三四十是昨天投的八，他们四票把八投掉的，他们是四狼就交牌了。你们既然都愿意认识是预言家，那我们就把十当成预言家去玩，因为他们没有拍。你验我头二，对吧？我验证出来是好人就三七排队，你们把一认下来就可以了。现在只要认一张好人就行了呀，行为上是三是好人呀，因为三是帮你们投的八呀。你们就只能把一层逻辑给推翻，只能排二层逻辑了。一层逻辑就是他们是狼，他们就赢了；二层逻辑就是他就是预言家，我们就要跟着他走，跟着他走，我是好人，你们不能投我。那么我视角是怎么带歪掉的？第一步就歪掉了，因为我抿他是身份，他跳枪，我认为他枪面很大，我觉得秀秀这个位置跳不过他枪，所以说我当时投的是十二、六、七、十一三票是挂的十二，一是挂的二。对吗？所以说你要归，而且我对十说了一句很那个，就是那个不像就是是队友之间的话，我说你今天敢去投外之位的牌，我就票你，对吗？那我是让我大可以冲他，因为我已经起到了分票的效果。所以说你十是预言家牌，你必须得把我十一号认下。如果你能就是实力强一些，你可以说十一我保了，把二投了，把三验了，都可以，就取决于你，因为我已经没法回头了，回头这牌就已经输掉了，你回不了头了，你四狼就已经四狼在场了，就已经没得打了，说出去就出去谁，指哪打哪，五十被砍掉的，八十守卫，九十预言家，指哪打哪了，还玩啥呀？只能认你是预言家打了，就取决于你啊。我如果你把我认下来，你就去把三给我验掉。你如果认我，就去把三给我验掉，我就兑换你一次，三七里面都可以，好吧？但是你今天一定不能投到我身上，我是好人，就这样过了。我发言就稍微简短一些了，那个我也没想到八会出局，因为我归的是二跟十二 PK， 反正今天我就验个一。你们要三十一里面搞搞，反正这两个里面开个狼，我就把一开掉，我就验个一七，我也不想养验。然后归人的守人的话，你就守明去，那个神别守，自己跟我都不用守，就守明，明自己是明，觉得哪个像好人的，我归就归二，因为移动底牌是我不能接受的，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反正枪也是归的二，好吧，归二过了。发言完毕，请警长归票。再归。带盔，请警长归票。警长归票二号，所有选手请带盔投票，请投票。五、四、三、二、一，停止投票。一号投给二号，二号投给十一号，三号投给二号，四号投给二号，六号投给十一号，七号投给二号，十号投给二号，十一号投给二号，十二号投给二号。投票结果，二号出局，请发表遗言。
我都有想过五是被恐走的猎人，十二是那个狼。我想一想啊，一，你怎么能投我呢？你说我一定是个平民哎，就把七放了吧。我们现在必须要放一个，因为我是平民啊，除非他们四狼绑票，对吧？但也不像啊，如果是三四十十一，不已经结束了吗？对吧？我在想你验谁最好，你不要验一。三肯定是好人，他投八的呀，他说八是梦魇哎，那三不一定是好，他投梦魇不投十二啊，他是可以在二十二里面投的，所以三肯定是个平民。要在七跟一里面找出一个好人，你就把十二验掉。如果他是那个狼，也不用验，不用验他，不用验十二，因为你验十二的，因为十二是可以开枪的，你就验一，就验一，你就定死了验。如果一验出来是个平民，就七十一顺投，就先投十一，再投十二带七，对吧？我们走一定赢的板子嘛，是吧？因为三一定是个平民，你在一七里面找一个，因为十一一定是个狼。你警徽流留的一嘛，我也没有改你警徽流，对吧？你就守十，你就把一验穿。如果一验出来是狼，就把七放了，好吧？因为十一一定是个狼，你就验一，然后验了一是好人，就把十一投了。然后明天起来十二带七，对吧？走最稳的。如果他跟你讲什么吃恐不吃恐的，他有一天不吃。B 是否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请死亡选手离场。六号选手死亡，游戏结束，狼人阵营获胜。本局游戏版型为梦魇守卫，其中狼人阵营为一号、三号、四号、十号，预言家为九号，女巫为六号，猎人为十二号，守卫为八号，梦魇牌为一号，平民阵营为二号、五号、七号、十一号。守夜梦魇空梦，守卫守护十号，狼人落刀四号，女巫开解药形成平安夜，预言家查验六号为好人。第一天上警环节，十号当选警长，凤族投票环节，八号被公投出局。第二夜梦魇恐惧九号，狼人落刀五号，女巫傻毒九号，凤族投票环节，二号被公投出局。第三夜梦魇恐惧六号，狼人落刀六号，游戏结束，狼人阵营获胜。和金色小姐姐联名为宝强投石弹幕大神郑言，再次感谢高贵妃和金色小姐姐联名为宝强投石弹幕大神郑言。阿宝一战，姐姐摇旗，刀在手，狼在心，眼锐利，脑聪明，天助阿宝，你要你就能。第二局开启了全角色上帝视角。
恭喜狼队，这把是大获全胜，也是恭喜狼队获得一个彩蛋分，四狼在场绑票，直接就是干翻了好人。我有想过就是常规赛会有狼自刀，没想到第一天就自刀。我一定有想过狼会自刀，没想到第一天就自刀。那狼战术打得很没办法嘛。那么先投个狼队 MVP 吧，还是两位想先说的？没有吧？来吧，狼队 MVP 3 2 1。十号玩家，虽然十号玩家是第一次来打华山，但很显然是个老悍跳玩家了，对吧？他查他八我觉得很完美，让八九先发言，完全把好人就是发言把前几位都点光，不让好人和反驳的机会。我觉得他发言虽然可能有一点点瑕疵，但我觉得能第一次在这种比赛场合在直播局里面这样悍跳，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有什么想说的吗？没有，就别紧张，我觉得他好像还是有点紧张，以后第二第三盘再摸狼再跳，我觉得再跳还是不错的，因为还是骗了很多好人了嘛，对吧？很多好人都站错了边。但是这盘我其实觉得凯爷也没办法，他自己摸了个女巫，天生对饮水就有情节。我觉得这盘谁摸女巫难度都很大。我就想如果多多尝试，多多的尝试，第一夜不救人，那自刀会变得越来越少。但是万一我们是因为知道他是个自刀狼，万一他真的是个守卫呢？对不对？啊、那就对对，那没办法。那是我们上帝视角，通过女巫去追回轮次嘛。可能他真的不救，然后他的他一眼也不太会跳守卫。不救的越多，自刀的不就越少？可能凯爷没想到第一天第一把常规赛就是自刀，出现这种板子。那本就是 MP 一定是十号玩家，扛推了个守卫，扛推了个平民，导致四张绑票。那么再投个狼队尽力，好人尽力，好吧，好人尽力。3 2 1，只有考散了，八号玩家，其实。蛮可惜的，真是蛮可惜的。你说狼玩的好吧，包括发言位置顺序也非常完美。我觉得格式，我觉得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嘛。因为四是个饮水啊，四是个饮水，且是个自刀狼人，他跳的守卫至少在女巫的视角里面还是蛮难去站边撑预言家，这是事实嘛，这也没办法，他视角不一样嘛。主要好人井上就先关入主，认为十是个预言家，所以八就不能是守卫，因为井上都站边十了嘛。而且六环也是为十推水了，我们都看到了，所以好人先关入主认为十是预言家，八就不守卫，四就守卫。哪怕女巫不爆死因为警察女巫也没爆嘛，所以好人牵挂路这样子，导致一连串的蝴蝶效应。啊，好人背锅。来，3 2 1，我知道你们给六狠人，但我还是要给二号玩家。虽然轮次上凯的确是替狼追了个大轮次，读了个预言家，但我认为二号玩家可以首先没有一个好人站对边。对，这是我承认的，但是我认为。为什么这样子呢？我就不太理解。当然，我也不是他本人，我可能会赛后去问问他为什么这样子操作。我觉得二号老杨最大的问题在于啊，他最大的问题不是他跳猎人，其实他跳猎人，我们看到的是有可能第一轮预言家跟守卫都不死，他死了是有可能的吧？他最大的问题在于他第二页，他是应该明确知道他投死的是守卫的人。为什么？他如果投死的八九是两个狼，那狼人的同伴就一定是一跟五，因为投他的是一跟五，一五十二是这三票。他心目中的猎人是十二号，那投一跟五的就一定是八九的同伴。那正如十二号猎人自己都讲的，八九是狼人，在老杨心里，老杨自己是个好人，狼人一定不会去投真猎人十二，对，或者可以投真猎人十二把二号带走，对不对？那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八九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因为他们是真的预言家，真的守卫，所以没有去投二跟十二。嗯，我说说我看法啊。因为我们线下局如果面杀，有可能会这样操作嘛，可能这样玩，因为是娱乐局嘛。
但是狼人杀毕竟是个底牌游戏，且这是在一个比较正规的职业联赛中，你不中底牌，且你站错边跳了外置位的身份，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尊重底牌的做法，所以我认为不应该这样操作。虽然你可以这样做，如果你操作成功了，你可能很秀，但你操作失败，我觉得你要接受，就是你导致后面的一撮反应吧。我是这样认为的。其实这一盘跟那个踢馆三有一盘那个林涛那时候的操作，其实也是有这么的一个操作，但是跳守卫对吧？对，他跳守，但是他的性质其实跟这盘。这得澄清一下，他们性质是不一样的。首先那盘我记得没记错的话是好人大概率都是站对边了，然后这盘其实是凯他自己也没有站对边，其实包括林涛本人都是站对边的。对对对，想这盘是凯他自己没有站对边，且读了预言家，他最终投的是在二跟十二，他不管他二号玩家有没有乱玩，他最后是投的是猎人。对，他投的是猎人，他没有去投的是二号玩家。凯爷自己发言的时候都说了，他是为了十号推的。对对对对对，对吧？井上他就因为十推去了。对，所以说我是中了很多的表现。对，我同意两位的说法，就是六号玩家背锅就可以。就是我说，狼人杀还是尊重底牌来玩，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该遵守的。如果朋友局你这样秀秀额外操作，我觉得完全没有就是毛病。但如果因为你的原因导致了一些后面的连锁反应。你就要承担责任，所以这是我给他的跳之前跟跳之后已经不影响增加对，就是他不管站在那边，而且他跳出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他跳出来还有可能守卫跟预言家不死，还有这种有可能。我们刚刚说了嘛，反向操作，反向操作，反向操作，我懂，我懂的。对对对，只能希望他如果他是对的，可能更好；但是错了，就希望以后少这样发言，对吧？而且他发言中好像是有一点开玩笑，好像有一点点开玩笑的，好像是这么说的。对他其实没有明跳，没有认真跳猎，他没有认真跳猎，是别人太认真，对对，是别人太认真了，对吧？那没办法，十二如果能跟下二，毕竟爬很难认嘛，对对对，毕竟跟上马白痴一样的嘛。那我们再投一次吧，我们背锅，三二一，好，那最后背锅是六号玩家，但是希望各位以后就尊重底牌玩这游戏。那本游戏 MVP 是十号玩家，背锅是六号玩家凯爷，经理是八号玩家，好吗？我们希望第三把加油。玩狼人杀没有露脸，你就会一直遭人怀疑而闷闷不乐。如果你闷闷不乐，你就会乱买机票去旅行。如果你乱买机票去旅行，你就会不小心闯入神秘实验室。如果你闯入神秘实验室，你会被科学怪人追杀。如果你被科学怪人追杀，你就会蹲在下水道里怀疑人生。千万不要因为玩狼人杀没有露脸而蹲在下水道里怀疑人生。我可以让你回到案发那一天。行啊，等我的状况再好一点。不，就现在。赵毅，出来。恭喜我们狼团队获得了本局游戏胜利，也是开启了我们本次华山论剑夏季赛的第一个彩蛋分啊。那么狼这局打得特别精彩，但是啊，我个人还是要觉得那个自刀啊真的不太好，自什么刀嘛，真的是像我们东哥从来不自刀，搞得真的是哎呀。但是呢，我们一局精彩比赛呢，我们还是需要来复一下盘的。大家看到是上帝视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上狼人的 MVP 我们的表哥来为我们复一下狼人视角
当时对外置身份判断以及当时对场上局势的把控，特别是陈底圭二跟十二的那一票是怎么样去最后自己去投了八嘛？那么二十二拉 PK 当时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其实逻辑上面是很难再去归八了，那么你可以在二十二里面选择一张牌去归，其实我个人认为更好的方式是这样。那么我们来听一听我们表哥当时是怎么想的，然后狼人视角里面对外置身份定义以及对场上局势的判断，包括晚上刀人的心路历程，来给大家复个盘好吗？可以。晚上的时候刀人本来想刀的那几个人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像身份。那刀的那几个人是哪几个？我记得有那个有五然后有六、啊、然后还有那个十一吧都有、啊、然后最后梅林还是选择说那就让四个刀，因为第一把狼人打的时候是比较被人好人打的、啊、点来了，那个刺刀是谁想的？梅林。梅林想的对吧？对对对，哎，我就说梅林这个人脏啊，真的是、嗯、没什么是刺刀，真的是。好，继续。悍跳呢是我自己主动提的，因为我迟到了、哎、扣了一分，所以不是很对得起我里面的小伙伴们，我就自己主动要求悍跳。啊、冲着 MVP 去的。对，给那个他发。给可三一发查杀是敏到他身份发查杀不还是？是因为九号玩家的发言，我临时想的，他对八的定义，我觉得给八发查杀八能出局啊，因为他对八的定义就很像两个同伴，因为刺打了八，然后他去认为八号玩家疑似要流进警徽流，而四是我们的阴水，所以我选择给八号玩家发一个查杀，我觉得糖吹的掉。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呢，表哥狼人杀素养还是比较强的，他不是按照一般比如我们晚上打格式查杀谁查杀谁，而是起来之后根据场上形势来做一个自我的判断。好，继续。二十二归那一天呢，我是觉得我归八呢其实是归得掉的，嗯，那我所以我说我归二十二，但我一定要投八，让他们感觉说我是为了投狼，所以二十二里面的枪分不清楚，所以我归了二十二 PK 其实都一样，因为饮水是四，你如一定赌八，所以二跟十二出局，哪怕十二号玩家出局带了二或者二出局平民，那也是你不会去破八，但我不希望二号玩家出局，对二出局的话对我们狼队收益最小化，所以我宁可十二出局或者八出局，其实二是不大能出得了局的那个轮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二号玩家要玩移动底牌，反正我是觉得比赛局也好娱乐局也好这种玩法不建议，好人的时候还是尊重自己底牌玩比较好。个人觉得其实存在思考点，我觉得狼人这一局打得也特别漂亮、嗯、那个正因为狼人的发言好或者说格局打出来了之后，二号玩家才会想去秀，因为他站对边了，自认自己底牌是个枪，但是情况归结到你的程度上，如果是换个角度去思考，其实当天在二十二里面出是比较保险的，但是拉 PK 是不太好、嗯、我个人如果是你的话，我更会倾向于把猎人归在台面上，他不打二号玩家、嗯，领一瓶毒也无所谓，因为守卫是因为至少守卫是一定会去吃到这瓶毒药的，因为饮水是跳的守卫、嗯、对。那么第二天晚上选择砍五的原因是什么？梅林想刀九啊，那我们、哦、锅又来了，锅是梅林的啊，没有跟梅林没关系但我们是觉得刀五，一号玩家认为五号玩家疑似为女巫、啊、我是觉得十一像女巫，因为十一跟着我是票了八，所以我们都没有当女巫，但是那个刀九不可能，因为女巫一定会去泼九号玩家，我们这么理解。对对对对，就这样子吧，所以最后选择还是外置去怀疑到，对，外置怀疑到，我们再继续再继续变、嗯、如果女巫没有把预言家读掉，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情况？哪怕不读预言家我是觉得不大会，因为八出局了，然后要他去读自己的饮水或者我，在女巫视角难度是非常大的。对，因为他没有读预言家还可以在二十，对，我觉得这把不是卡爷的问题，因为他是有视角难度的，是他视角难度非常大，并且说我悍跳的时候没爆出四饮水之前也是好人都站错了边，所以我认为跟女巫独立发言也没什么关系。好的，那么我们也看到狼人整个的一个团队的一个视角，那么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嗯、这个问题很关键啊，我们认真回答啊。可以，就是弹幕都爱说，就是其实你可以把帽子脱掉，为什么没有脱帽子？是不是没有洗头？我没有弄刘海，我常年不弄发型、我只是懒得去理发店、所以那个就戴着帽子或者什么。好的，表哥出战华山表现也是非常精彩啊、嗯、那么最后还有一局比赛，你想摸狼还是好人？我觉得都一样，狼人杀什么底牌都是一样的。好的，也是期待我们表哥能有出色发挥好不好、嗯、好，那我们这一趴到此又告一段落了，最后时间里面再一次感谢斗鱼直播对本次赛事的突破支持，感谢我们的天天狼人 APP 以及我们的有成灾雪花酥对本次赛事的赞助，那么我们还有最后一局比赛，我们待会儿再回来，拜拜。